陈其迈都已经开口了，苏贞昌才会继续冲继续拼，就是告诉民进党各个派系，我可能留任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大概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我刚刚讲的吴怡农跟王宏威的补选，还有一个南投的补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苏贞昌他要动应该在三月十号以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当陈其迈代理党主席表态支持苏贞昌续任阁揆，这件事情在民进党内部全部炸锅。民进党的内部全部炸锅，各位可以想想看。第一个英系，陈其迈是出身英系，换句话说只有英系支持苏贞昌续任阁揆。那但其他的像新潮流、永援会，还有包含过去的谢长廷的人马，他们通通都反对苏贞昌再度组阁。那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人选，像郑国会，郑国会的尤锡坤一定反对。尤锡坤他反对的理由就是苏贞昌掌握了行政资源以后几乎不给民进党的派系用，那甚至于他到地方去撒钱的时候，他到地方撒钱都是大小眼。尤其郑国会经过这一次选举的重创，若不能振衰起敝的话，郑国会有可能成为历史名词。因为现在的郑国会一席的县市长都没有，基隆蔡适应的败选，新北林佳龙的败选，这些都是郑国会他面对派系的生死存亡。所以呢，他们就是极力主张蔡英文应该要用终身代的人，这个是郑国会的立场。那新潮流的立场，新潮流的立场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说新潮流现在是民进党第一大派系，按照道理的话应该是由新潮流组阁，绝对不是新苏联组阁。那现在苏系挡在那个地方，那新潮流他组阁的人选坦白说不少，至少一个郑文灿啊，郑文灿放在这个地方，但是因为论文门事件他已经是没有办法组阁了，他连党主席他都当不了。但是新潮流还是认为现在的世袭县市长，各位去看看屏东的周春敏，还有包含台南的黄伟哲、翁章良。当然有人说这个黄伟哲跟翁章良都是英系，但是他们是靠新潮流当选，真正的他们是靠新潮流这个派系上来的。所以我们看第一大派系不能组阁，郑国会也不能组阁，那就是英系组阁。那英系组阁其实就有一个现成的阁揆，这个人就是陈其迈，刚刚好呢他是刚刚当选高雄市长，所以他是不可能组阁。那在这里面蔡英文就用三部曲，第一部曲就是以拖代变。那所谓以拖代变，确切的说我过去讲了很多次，一定要等到赖清德选上党主席，安排好党中央的人事以后，他才会处理苏贞昌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但是他在处理过程当中，英系的人又说他要支持苏贞昌续任阁揆，这个难怪大家认为蔡英文言行不一，在民进党的派系内部已经炸锅。那第二个他以拖代变，第二个呢他是看如果1月8号吴怡农跟王宏威的选举，如果吴怡农能够胜，就代表苏贞昌可以惊险过关。但是坦白说，我们看了很多的民调，吴怡农想要胜比登天还难。那换句话说他也在等待结果，那这个结果究竟是好是坏，蔡英文应该心里有底。然而蔡英文也知道英系既然不能组阁的话，他这个以拖代变总要丑媳妇见公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用苏贞昌他还要用谁？现在蔡英文的口袋人选
如果还是因系像陈建仁跟顾立雄，我在网络平台跟视频问题讲的太多了。那这两个人也慢慢的退出了民进党派系的世界。所谓世界呢，是代表眼睛的意思，界呢是企业界的界。就蔡英文私底下询问的结果，他们对于顾立雄跟陈建仁担任阁揆并不乐观，因为他们上台就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所以蔡英文的口袋人选不足的状况之下，苏贞昌的去留对于蔡英文来讲是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就是蔡英文的第三部曲，就是暂时跟派系妥协，由苏贞昌续任阁揆一段时间后交由其他人行使。那这个是要等所谓的民进党的2024大选参选人他们完成了所有的行政程序后，蔡英文在那个时候会找一个能够跟赖清德配合的人来担任阁揆。所以蔡英文的三部曲我们可以讲是无可奈何的三部曲，因为他这个口袋人选太少，所以让苏贞昌横行。那当然现在苏贞昌不走，他要继续冲继续拼。我可以告诉各位，当他讲继续冲继续拼的时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陈其迈都已经开口了，苏贞昌才会继续冲继续拼，就是告诉民进党各个派系，我可能留任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大概会发生两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我刚刚讲的吴怡农跟王宏威的补选，还有一个南投的补选。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苏贞昌他要动应该在3月4号以后。